当年是我辜负
老百姓来到此地，收拾一个约翰尼，也既然敢到我手夺地利呀！我命令五虎仙岁，是为国中心管区，李老万仙爷，也是为着尽了孝道，才来牺牲性命，上方拢有你。不如让我来在此替恁讲一句公道话。观音菩萨，你是要如何替阮蒙平敌夺？唐龙山，不如就由恁双方面平分。天后代天母，共用恁五虎千岁，就是一万仙爷，就在旁边，去了是数一万仙灯，从此了后。我的五虎仙岁一代天母，就有一七万仙的万仙灯。啊！你来输，你阿母啊，该当对着我的身躯边。一心为着保护你，才牺牲性命，我想赐你一同得道。感谢大师。观音大师，也唔过我唔甘愿，一七万仙。既然将我下头接来所想，枉费我自取名扬啊！以后就是要雕刻自身，我来树立一个红色的祖先地。我想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观地咯。那呢，是不是当和平得到咯？当然，既然观音菩萨都已经出面替阮摆脱一切。将你万仙爷起了一个小小的庙祠，叫老夫五虎千岁苏气雄雄，朝敬过你万仙爷，当年都爱去庙参拜了。你当有呀？